起星巴克纸杯，将招牌 logo 涂成白色，开始作画。下半身变成手拿咖啡的肌肉型男，悠闲泡汤，或是两手被叮到全是红豆冰，气到打蚊子。来自南韩的插画家金秀敏，靠着一支绿色画笔和白色颜料，就能将星巴克的双尾人鱼改头换面。종이컵을이용해서이것저것만드는페이퍼컵아티스트김수민이라고합니다。是插画家，也是纸杯艺术家。金秀敏2012年因为工作室对面开了间星巴克，让他突发奇想，开始在纸杯上作画，恶搞这只双尾人鱼。스타벅스라는그이미지가항상웃고있잖아요여기서나의모습이보였다고할까요우리가살면서도웃는상황이아닌데웃고있을수밖에없는그런여러가지상황들있잖아요将人鱼的尴尬笑容融入各种生活情境，从日本大阪的跑跑人、汤马士小火车到萨诺斯，都变得搞笑有逗趣。3D 立体图更让人嘴角失手。穿上西装，掏出纸杯，圆形杯体割一割，一秒化身胡拉圈，插上巧克力棒，成了监狱，或是人鱼版柯南，背着纸杯的杯原子，您有看过吗？동그라니까는이렇게다360도로이미지를채워넣을수있고그것이돌면은다시처음으로돌아온다라는跳脱平凡作画方式，用完就丢的纸杯，凭着艺术家的无限创意，也能成为另类艺术品。三立新闻徐少贞报道。